谭俊彦呢日嚟到电台宣传新剧《法证先锋四》，接受薛家燕主持嘅节目访问，提到《法证先锋四》即将就踏入结局篇，但系听讲播出嘅结局同当时拍嘅有啲唔一样。这个系我嗰日做宣传先知啊。原來大結局我哋收到的劇本咧，同埋小青姐佢 plan 嘅嘢係有少少唔同嘅。雖然我真係唔知道個情況會去到點樣，但係我可以透露少少。觀眾會應該睇得好開心嘅。本來都有投資餐廳嘅佢，受到疫情影響，餐廳都要轉型做外賣生意啊。可是我覺得現在還是要避免，就是一群人的那個聚集，因為就齊心抗疫嘛。我覺得過一下，明天就會更好，很快就可以再出來吃飯啊、玩啊這樣子。